纪念开山导师，宏愿寺也特别起建梁皇宝忏法会。屏东的宏愿寺举办导师莲皇法会，为了纪念开山师父，6天的法会带领着附近的信众一同诵经祈福、虔诚一心，更以诸供养功德回向给法界有情，与会大众皆法喜赞叹。冯院士这次的梁皇法会，主要就是开山导师母难日所来起建的，祈愿消灾知福报恩的梁皇法会。梁皇波禅嘛，我们现在一般的佛教徒大家都懂哈。梁皇波禅由来哈，又是龙母地要来八道也弘扬哦，也是。在生的时阵，这三业不清净，就是讲做了毁谤三宝，这是毁谤三宝，那个口业太重因为往生以后堕到畜生道里面来求度莲母地目的有一点的灵命伊的特性都来得你的苦处，所以即阵来得保持禅师来所有的好大高僧来集建这一间梁皇宝忏。住持如同法师开示大众，梁皇宝忏是智公禅师所编撰，包含了诸多的大乘经典中的义理，忏文意义深远。梁武帝起见因缘，就把转生蟒蛇的夫人超生善道，流传至今，礼至千年。十方新闻归文许建义，屏东采访报道。